大家好，我大老师，希望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即可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开抽这个天地劫手游《幽城再临》，然后我目前集到130抽，那其实不算多哦，不算多。那我们来测试看看第三次封测的几率高不高。然后因为这边它有分卡池分的三种哦，幻海、跟银河还有十轮召唤。那二次封测的时候是十轮召唤，然后他要50抽之后呢，他才会加 0.5%， 50抽之后，如果又没有抽到绝品伊尼的话，才会加 50%。 那我这边要记录一下我的十抽几率啊，百抽几率，我开个 Excel， 百抽几率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卡池我们是选冰池这个哈。然后冰池它是黑龙跟冰里的几率提升啦、啊。来。然后如果是十抽的话，是一定会必出什么，必出极品伊尼嘛。好，各位我们要来了。刺激吗？我是蛮紧张的、啊。我有第二次封测的欧运吗 ?GO!会不会我就在这里止步了？都是拿到黑龙，比你、啊、没有绝品卡，GG，玩的不欧了。黑宁华，天玄门小师妹。英灵华在此，哎，你看到我大师兄了吗？怎么英灵华差好多？烂东西，滚！好，太渊隐逸可以。治病救人乃医者本分，唤我太渊隐逸便是。好，好。朱桓，上次抽过了。我叫朱桓，神雀宫史上武的朱桓。啊滚！啊寒无沙，阴煞寒无沙，听候主人差遣。朱浩滚啊！朱浩滚！至少有探月影一个寒无沙这两个可以用，然后再来，烂东西耶、欸！真是烂东西，我真的无言。哎，来。第20抽，有了吧？没有，又没有，完了，不欧了，不欧了，不欧了，哎，怎么办，各位？赫兰铁汗是大夏国铁卫军统领，兼任殿前镇卫将军。赫兰铁汗啊，赫兰铁汗也是很好用的角色的。啊，杨环，无名杨环，罗侯神初创双使之一。啊，这只有了。啊，伪统领走开啦！我就是禁军统领韦胜。找我有何贵干？你都忘记虎炮枪还在三光元手上吗？都没有还你了。哎、欸，很雷。不是你们要帮我祈祷啊，各位，下一次就冰你了。冰雷，冰雷，冰雷。有了啦，看到没有？30抽就中了。你们在那边闹。来了啦！他妈的，谁跟你黑龙啊？谁在跟你黑龙？啊？黑龙，我呸！冰你啦！冰你！
哦，是黄甫生哦，可以啊，兄黄立秀，黄甫生。等一下，黄甫生好像没有比黑龙好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！竟然是黄甫生，好，黄甫生活动有送啊，他活动有送啊，我又没送的。烂东西！哎，怎么办？我已经没有信心了。各位，我没有信心了，怎么办？好，第四十抽。我预感这次也会中。绝品卡！绝品卡！没有，哎，各位，这款游戏不服啊，各位，你看，朱浩一直在笑我，我抽了几次朱浩了，你看，你很骂的，第二次抽，我们都是废物哎，啊，小师叔，终于中了，神武怪杨云佐。奉命前来，你不要帮我算我抽中几次朱浩啊！香丸子啊，这次都有了。吾乃青海龙脊岛散仙香丸子是也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， 还有退去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四十抽了，虾米都没有啦，至少我有小师叔跟小丸子了。来啦，各位，第五十抽，朱浩哪一幅？到底哪一幅？没有了啦。我不要你们！看到这些脸就讨厌。银凤有了，啊，又是小师叔，怎么办？抽不到了。谁给你黑龙？黑龙？下次就给我宾利了好不好？如果我跟你讲130抽没有抽到宾利，我跟你们讲，如果台版出我130抽还是没有抽到宾利，我他妈我是氪金氪下去。60抽，什么我就关台？那么关台？等一下电脑直接给我蓝屏，我跟你讲，中了没啦？哦。没有，我不欧了啦！怎么办？我已经没有信心了。我居然连黑龙都没有。啊，紫韵啊，可以。神阙宫使婢紫韵前来助阵。什么脱裤子跑一公里？陈一峰。在下常一峰，阁下有何指教？常一峰我觉得很烂，还是我不会玩。我觉得常一峰没什么好培养的。唉，唉，70抽了，各位，对吗？70嘛，对，要70抽了哦。常一峰真的烂啊，他虽然是御风角色，可是我觉得他行动力很差，还不如练杨云佐。虾米都没，
怎么办？我已经不想抽了。怎么办？我没有上次第二次奉测这么好运的，哪里提升几率啊？没有啊，没有感觉啊。唉，我好累哦。我上次是抽这个，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啊，这次抽这个什么都没有。怎么黑龙没先出兵，我不会出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那个这八十抽第八十抽，我就是出兵你的那个人。真的没啦。我头好痛哦！我头好痛哦！我刚刚朱浩头就好痛哦，怎么办？啊，慕容真，我乃神武观观主慕容真，阁下是……哎，至少让我抽到司徒英嘛！干鸡掰嘞！鸡掰嘞！又是朱浩，你会滚啊！滚啊，周虫！我觉得我这款游戏我玩不下去了，我玩不下去了，我他妈一直抽到朱浩。我他妈一抽朱浩怎样？我要把朱浩念到五星是不是？哇靠！欸，朱浩跟周虫有正反吗？我记得没有了吗？这样对吗？不对啊，不对啊！不对啊！九十抽，欸，快没得抽了。唉，我想哭哦。我快哭了，你不知道我已经哭了吗？你们这些人都想看开抽，而且是看非洲球。哎，怎么了？有啦，有啦，赞啊！鼓鼓掌！鼓掌啊 ！Second， 冰雷，冰雷，冰雷啦！呀、yeah! ！冰雷，在此恭喜你！是啊，是啊！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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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起来，飘起来！哦，手好痛。九十抽中冰凌，干！怎么风车抽到他们都没？不会，我每次都有。碎啦！碎啦！飞啦，飞惨啦！哇！哈哈哈又如何？哎，欧了吧？第九十抽，中黑龙跟冰离，还说我飞。就跟你说我欧皇，你们在那边闹，哎，可怜啊，你们这些非洲人，我已经毕业了啊，各位。
我可以换卡池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跟你们说啊，不要呛别人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你就会这么哦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第二次封测也这么哦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我第二次封测也很哦，好不好？你问有看第二次封测抽卡的人，哦起来。好，第90抽毕业。服了，别吵！这抽90抽，我抽到两只，而且是同一抽，抽到冰妮跟黑龙。哦，哦，那小嫩嫩，哎，我90抽抽到算强了吧？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。好啦，这个卡池抽完了，好换冲这个。我们现在剩40抽的机会哈。你们在那边闹，好来，不管啦、啊，你他妈有一次不是、啊，我是说，我一次十抽就中两只，强了吧？火池有吗？没有，楼下还给我抽烟。哎，为什么都要抽烟啊？又没中，很不爽，又是朱浩，滚啊！好，高七，这次抽到高七的新的。人称差刃的就是我高七，想试试这双刀的厉害吗？好臭哦！臭死了，那抽烟。好，再来。也有可能五星朱浩哦。跳过。看起来这么啊，新角色司徒英，好再来，应该新角色都抽到了，给我们点希望，夏侯乙出来吧，没有，哇，又变非洲人了，哦，应凤人有了，有抽过了。哇，又不火了。可怜啊，又不火了。好，最后一抽。第130抽。好啦，可以啦，今天实况人数突破到又历史新高68人了。可以啦。没有。又没有了。击败了，没有了啦。好啦，至少抽到两个绝，130抽到两个绝 ，OK 的啦。YT 不给输入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真的很惨哎、欸。没有，好，结论就是。第90抽抽到，这几率应该还可以啦。不过我们之前是第二次封测，我是抽这个啦，这个卡池啊，因为第二次封测没有这个红仔 QQ。好啦，那我们看一下司徒英的语音，刚刚没有看到。
对啊，三个绝，总计是三个绝啊，因为有黄甫生，黄甫生是第三十抽抽到的。司徒英的语音没听到，听一下。我早说过，需顺势而行，逆道不进，难有回报结果。我们女生都要看一下那个。我会助你解开心中之。女生都要看一下啊，女生都要看全体嘛。OK OK OK。啊，比你啊，比你啊啊，可以了吧？朱浩几星？我看看我的朱浩可以几星呢？两星吧，最多三星而已吧。该对自己下手的时候。三星而已啦，谁给你们五星？该对自己下手。好，所以总计呢，我们130抽，第30抽中黄甫生绝，然后再来第60抽，就是第90抽的时候，中一次中黑龙跟宾利，这个成绩可以的吧？总共130抽是抽到三只绝。OK 的吧，而且这三只都算好用的啊。OK 吧，这样 OK 啦。好啦，这是130抽。130抽，这样 OK 啦。好，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抽卡的几率啊。